样吗？他还是他现在只想爬。我爸说三只里面他最吵最皮啊，怎么打不开？可能说没有网络吧，这我家怎么可能没有网络？你不要乱咬东西。对，里面。会蹭蹭哎，从小就会蹭哎，好可爱哟！还是你想要？那你掐个。Baby。直接看影片，蛮开心。现在几岁？他才刚出生没有多久。人家影片上的猫都没有你皮，你不冷啊？人家碰到然后就喝了，我家就在闹啊，在闹啊，宝贝。喝了几口就不喝了，啊，干嘛？嗯，在这，但之后他可能会先记住宿舍，因为宿舍比较有人可以顾他。然后那时候我就拍影片给他们，然后他就说，杰哥就说我没了。今天突然练习到一半。就不是下大雨，就大地震，真是差点吓死！还要帮你吹尿啊？为什么人家那么乖，你那么皮啊？不是要沾温水吗？就沾温水吹你，不要再往电池那边爬了，小心你会变电子猫。先帮你擦脸好了，你是那么不受控，他脸有点脏。就是我爸朋友先带他们去看一下，就是医生这样，然后他说他的眼睛是可以，就是可以自然好的那一种。可是我想说，之后还是有时间的话，带他们再去检查看看，因为我怕还是有问题。浦东的店，泡在海水里，好烫。现在三不五时有猫叫，大家只有接受吗？我是先问大家，然后才说那就会带回去。但是他们原本是昨天他就会去找我，原本猫猫昨天就会来找我，就是呢昨天我爸有工作，然后他们就一直问说猫咪呢？猫咪回家了吗？猫咪回家了吗？我就说还没。你这个半假猫。哎，哎。那时候我在车上，然后拍他一直叫，他说这个叫声什么回事？我没了，好可爱这样子，非常好笑。
去倒一杯温水过来。先进彤彤啊，乖，等我，先把手机盖起来吧，怕我把它冲出。你跟我去，跟我去。你怎么没有别接？那是我这个我家电灯吧？我那么黑吗？可能有。宝贝来。当然就不喝啊。哎呦呦呦，哎呦呦，你放我，放我放，不是你放我，你放开我。我要汽水。嗨，嗨，嗨，你不要让我不舒服，嗨。不喝就不要喝，只喝牛奶吗？那么小，当然只能喝奶啊。算了，把药靠过来。三十万的人啊，嗯，谁谁？这是我的，离你远一点好了。有叉子吗？我要叉子。这有点可。谁谁？可爱。嗯，别动。这是我的。
现在没有照顾你，宝贝。没有，我刚刚去玩公体去，然后差不多四点吃完，对，晚餐，对，午餐、晚餐吃不了，午晚餐。嗯，就像张本这样乱爬啊。我们昨天整团从早上11点练习到晚上7点。因为昨天上礼拜放了一个台风假，2天都没有练习，仿佛电池没电了，你是不是想睡觉？嗯，我要看不喝奶怎么办？用汤匙注射管，就是用虚弱的猫奶瓶。哦，孔太小了啦，我得要挤它才会流出来，应该要让它自己会流出来。可是，嗯，身边没有可以剪开的嘛。我刚其实是拿刀子把那慢慢弄开的，因为我刚刚找不到家里剪吃的剪刀。全力认完，然后我看一下，我就看了本源，他直接给我倒挂在那个他的笼子下面，然后屁股在那个笼子那个像笼子嘛，就他的窝的里面。然后我说怎样，地震把你震出来是不是？然后超像一颗球的，超可爱。睡着了，妈，刚刚应该是想睡觉，所以不喝了吧。
播个音乐。我们想说，今天会不会就这样？他睡着了，好可爱，好像天使。我给你看，我手脚烫，我现在在这个小盆子里面，因为还没有走到适合的窝。小脑袋乖。睡着了。我们想说，这今天的直播要编写我的讲义题本。我等一下一定要去把它的那个割开。我先放音乐给你们。啊！登错账号了。干嘛？拆家？你密码是什么？对啊。等一下，好了，嗯，啊，哼，好笑。电脑没有外接喇叭，你们长大了，我们是坚强大人。有睡着吗？我在读自己的书，教授根本就没在管我。嗯，没有外接喇叭，怎么办？太幽默了吧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去吃一间，中午去吃一间小小卖的，什么明太子干贝奶香明太子干贝乌龙面，小小卖的，我直接把那个酱吃完。嗯、啊，没有办法来了，好吧。今天这样直播，平常我姐没有点名，我在上课，我姐没有点名，
No。下礼拜不是要 fan meeting 吗？还有10周年，这次东西都好赶好赶。你知道我后面几天都要练到11点，每一天，每一天，我沉醉每一天。趁他睡着，去挖个洞。圆圆烧，那个真的很好吃，那是我去那边必吃的。趁他醒来，我把这倒掉好了，因为太冷掉。我想说等他醒来，我再泡一次新的。我妈应该不是会冲的。
觉得就是东西很多，然后根本就弄不完，真的弄不完。对不起嘛，我讲话太大声吵到你了。还是我逼他起床吃啊，我是有倒水啦，我在想要不要直接逼他起床吃，因为我怕他真的会饿死。今天不要直播的讲话，不要讲话的直播好不好？这是小孩子的福利啊。捡到还是别人送的 ？Enter 轻一点。爸爸朋友的猫猫生了12只，然后没有办法养那么多，所以就希望说可以有人帮忙养。对不起啦，不是故意的嘛。我在找奶粉在哪，奶粉被我垫在底下，太幽默了，林佳妮太幽默了，可是下去很难，手脚烫啊。
好像回家了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要把它吵醒，马上发现洞，什么意思？有些固执，执着奔跑的巴士，想用它坚持。哦，对，我们今天逃生，然后带着我们的麦克风。在教室总裁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拿着我们的麦克风去逃生喽，真是安全了，又是平安度过的一天了，哎，又是安全的一天，又度过安全的一天，哇靠，姐朋友有一只猫啊，我不知道 I don't know， 我不知道他们家发生什么事情，的事就要当作不知道、不明了、不知、不明确。我不回答。哎，我是真的不知道了。别问我。宝贝，喝奶好不好？喝奶。是可以养猫的吧？睡还是要让他喝奶啊？怎么办？来查一下。现在你都起床了，要出来。奶奶，奶奶，
拜托啦，我泡第二次了呢，可爱呢，你那么可爱，哎呦咿呦咿呦，恩爱呀，我的脚，我的脚合起来还是有一个大洞，它才能穿下去。小时候怎么长胃的？小时候不要整形。起冲动的勇气，无聊气吧，大好きだ，君が大好きだ。今日的奔跑向前，我曾停歇，大好きだ，自动大好きだ。那那那那沙哑，我也不会停下，大好きだ，君が大好きだ。窒息了，让我无法正常表达。不再闪躲，自面自我，大声喊出大意啊！梦多，雷猫是一体。是哪一位？被吵笑啊！我被吵完嘞。
是用那个胃管哎、欸。摇头摇我。给你们看它的肉球啊！痛痛痛！它的耳朵烂掉。啊啊！我的小手啊！人家为什么那么安静？你那么吵、啊？要不要说说为什么这么吵？数第三次了，我爸，警告！啊？干嘛打开？那边又没人在。猫在哪里？在我手上。还不吃？还不吃啊？在我手上。地板还脏了，没有，代表我要这样子直播哎，我爸要扫地。我帮你擦着脸。爸，那是跟我来闹的。我要直播了。你不要戳紧，戳完是滑鼠。现在完全没有手可以打开湿纸巾，这是我的，你不可以进去哦，你会被我，会被我揍哦，不可以，那么小就想要吃的那书，你不要乱玩滑鼠啊，你不要乱按左键。我也会。一路打哦。怎么了？那么害怕？不可以钻马克杯的雾吧？你会少，你辛苦的去休息。过来。会冷吗？不然你怎么在发抖？
不是，不是，等一下。刚刚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想要咬我衣服来喝奶，我身上没有奶味哦。我爸爸，爸爸爸爸，所以你还在帮他找主人吗？还没有找，兄弟，兄弟啊，兄弟，你直接打我的椅子啊，兄弟。怎么了？你要跌下去了，你要跌下去了，真的。我跟你讲，你真的想要摔下去了，宝贝。你可不可以听得懂人话？你听不懂，我知道。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说，因为我不会猫语，所以我只能跟你讲中文这样子。好。你有什么诉？你有什么需求？说。刚睡觉，都得有打过。对啊，这不知道为什么两颗哎，还治不起来。好好珍惜这个时候，之后长大不知道是乖是皮。你喜欢乱咬东西耶。耐心呢，我很有耐心啊。不可以。
长大还会让我抱吗？你长大还要在我身边吗？不知道会不会找到好人家、欸。又剩下吻痕，纪念遗物。哎呦喂！横冲直撞，不能啦！我又没有钱，我怎么收编？你要多脏脏，我可以把你拿掉吗？好痒耶！好痒耶！你要去哪里？对你们叫，宿舍的奶妈之中。哎，你不要，你怎么点开了算盘？不是算盘，打字键盘。他可用头滑留言。今天的重点到底是我还是猫？是我。那么久不见了，你们都没有想我。你们已经觉得很吵，他直接在话筒旁边叫。有猫，对啊，哎，家父，好久不见。你也是很皮。应该不会猫拳，我那么大只我会，一个棒子。他也可以，哦，他指甲直接插到我指甲里面，那个棒子，那个棒子。1个月大，不到1个月吧。知道啊，我爸是怎么跟我讲的？你要去哪里？你差点掉到水里面。插进去好痛哦。从小就知道要钻那种很小的猫道那种地方，硬要过不去。你一定想睡觉，你走路都不稳了。
类的，被我爸拿去拿了。那么小就会蹭蹭了。啊，一直在蹭啊！哎，不可以咬我。呀，你会被勒死。装我的背带，背带不是都会有两，就是条大小的地方，不是都会有两条，然后变成一个圈嘛？一个钻这个中间，它这边钻来钻去，我不会成为独特的，就是公山花吧，因为山花都是母猫。那么小就会舔手手。那么聪明，那我看拍给妈咪看啊，但是还不现在手机在用，直播，只能多点耐心。
回你家，回你家。我们用手这样帮你。啊，算了。啊。你妈，我也是要直播，要工作，要养你的哈。请大家多多给我一点，在找到领养人之前的养猫费用，请大家多多赞助哦，可以赞助。为什么你会那么丑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又醒来了？所以是哪个账号？刚突然想到一组号码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我想。什么号码？什么号码？这是号码啊，很眼熟。不可能是同编。也不是我的卡吧。你的电话号码不是学号，也不是密码，不是电话卡吧。妈吵醒了，我妈睡着了，我来看一下是不是不卡。她总是给我留下电话号码。什么号码啊？这什么号码？存折账号不是？就是很突然一小段，也没办法构成任何的东西的号码。剩下三码，六八五，这个样子。
然有一组正好人。把这件事情，哎呦喂啊！有那大声，我还是真的不知道怎么看退款账号到底是前面还是后面那一个数字，永远不知道。说什么？我来唱歌好了。有什么都可以唱。你怎么只可以只睡一下下？不可以，我没有让你出来的意思。那么小就学翘家。不会唱，太快了。急切的微风，在我左脸轻轻吹拂，想溜走。
留他没有烦扰的角落，在黎明前夕传来优美的旋律，记忆里最美丽最动人的 melody， 展翅高飞尽情遨游，爱上东方蓝色天空，像鸟儿自由是我所追求最终的梦。哎，期待海洋七彩的梦幻乐园，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爱的坚持加上信念。那么小个人大碎心，生命从此会不断的蔓延，西征国度七彩的梦幻乐园，闭上双眼慢慢的用心体验，即使梦也会有终点，就算伤悲也会带着笑脸。我有准你跟我装睡下吗？跟我姐猫一样，我们大声爱大声。白云轻飘过，彩虹消失无影踪，淡淡的叹息着蓝色的忧伤。满天的星光透着珍珠的光芒，闪耀着和月光，将黑暗的心照亮。远处传来，我已听见。哎呀，远方的遥远的南方在呼唤，在勇敢的去面对长大后也算浪漫。真的带着勇气开始这体验，奇幻冒险捧着一首编织的漫漫心愿，也许我也会有胆怯，妈妈的爱会随时在身边，轻轻偷偷降落在梦的天堂，一闪一闪像我脸上的泪光，未来不眠。你打拍子是不是？未来不适合去勉强，守着梦想原来的模样。你把我的手支撑架了，你没有光的世界把我渴，曾经相信的美丽世界，在那一瞬间消失无影踪。太令过，这首歌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？没有。为什么要考虑？那我发传单就好了。嗨，躺在你学校，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美酒，
不可以咬我。被监听了，对。哦，巴洛克，吓死！躺在你学校的操场看星空，教室里的灯还亮着你没走，记得我写给你的情书，都什么年代？我忘记这首歌怎么唱，完蛋了，我不唱了。凭什么要失望？藏眼泪的心脏，往事不会说谎，别跟他为难。我们两人之间不需要这样，我想。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学会放好以学会放好以前的渴望，我们那些信仰，我们那些信仰要忘记多难。远距离的欣赏，近距离的迷惘，谁说太阳会找到月亮？别人有的爱，我们不可能模，我们不可能模仿。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。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月亮。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，别叫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笑着说爱让人疯狂，哭着说爱让人紧张，忘不了那个人就这样。要我的手手，修炼爱情的心酸，哎，修炼爱情的悲欢，我们这些努力不简单，快乐炼成泪水是一种勇敢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别叫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几年前的幻想，几年后的月亮，为我没力了，为一张脸去养一身伤。别叫想念我，我会受不了这样。好嘞，猫猫不大了，猫猫应该不到一个月，睡着了。我那么大声，他都可以睡着。啊，我错了。拿不到钥匙。这是我爸爸家，这是我最小。从小就在的家。
心脏差点没了。原谅我这一首不为谁而作，不为谁而作的歌。我不唱前面。梦为努力浇了水，爱在背后往前推。当我抬起头，才发觉我是不是忘了谁？累到整夜不能睡，夜色哪里都是美。一定有个人，他躲过、避过、闪过、瞒过，他是谁？他是谁？妹妹头多久了？妹妹头，我吗？我？什么意思？哎，人家桶子跟手机在这边，他硬要钻这中间的这个洞。你要去哪里？忘了有多久，再没听到你对我说你最爱的故事。我想了很久，我开始慌了，是不是我又做错什么？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你哭着对我说，童话里都是骗人的，我不可能是你的王子。也许你不会懂，从你说爱我以后，我的天空星星都亮了。我愿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手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。我要变成童话里你爱的那个天使，张开双我要挑战吗？我该挑战吗？喝口水再说。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不行，手要上去后面就不行了。张开双手，变成翅膀守护你。
你要相信，相信我们会像童话故事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，一起写我们的结局。不好了啦，这结局一定是 bad ending， 哈，笑死。在那盘暗的咖啡，我手一杯，品尝你的美，留下唇印的嘴。呜呜呜，花店玫瑰，名字也说，上衣无手高摆气球，风吹到对，不是啊，我觉得很高，丹田，我们根本没有丹田。微笑在天上飞，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想写对落叶，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，亲爱的 ，Oh my god。亲爱的，爱上你，从那天起，甜甜蜜的很轻耶耶。我去啦，我三四点吃完了。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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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有些积雪会自己融化，你的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。等下一个天亮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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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我爱他轰轰烈烈最疯狂，我的梦狠狠碎过却不会忘，曾为他相信明天就是未来，情节有多坏是这样子好吗，都不肯醒来。我爱他跌跌撞撞到绝望，我的心深深伤过却不会忘，我和他哎呦完全不再属于这个地方，最初的天堂最终的荒唐。冰好重哎、欸，我前天开始就冰很重，我快三十阴性，大家不要害怕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！You and I is more than like all time, the old time, the yeah yeah yeah. You and I is more than like what's after乘着温暖的风，睁开眼眸，把过去寄托，是时候再从头一口气振作。乘着温暖的风，今天之后又
相信我看到了，我换季都会这样。我们就是天地地，忽然想熟悉的灯光，早习以为墙绚烂洒下湛亮的刹那，住住住，海啊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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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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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废物的头发，就跟那个什么一样啊，嗯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，送我心水我也觉得不错。要跳 Luma 吗？我没有音乐，我怎么跳 Luma？ 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，不准叫我傻子。谁愿去拼凑我们的故事，我们的解释，爱怎么的事。你叫露他去唱五、他现在好好睡觉，然后讲话那么大声他都没有醒来的话，代表他蛮耐吵的耶。我小声讲话他反而醒来，然后 我不小声讲话他就醒来。我大声讲话他就睡觉，我小声讲话他就给我醒来。打无根，然后就出现录吗？有录音花絮嘞，大家可以去看。不是才隔多久而已，怎么快认不出你？涂上唇彩。没想到涂上唇彩颇具魅力，会有人怎么说你？当初总是用发圈紧紧，换外围简单扎起，压根提不了找你攀谈兴趣。干脆的擦肩远离。啊，是吗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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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没想到涂上唇彩颇具魅力，会有人怎么说你？当初就哒哒哒哒。
好嘞，一拳豁出去，跳到底，你所有路吗路吗路吗哦爱的路吗，请告诉我不管胡说，让我们能够直接凝视守候，天亮是否不再困惑，恋爱中路吗路吗路吗哦路吗 How is that， 反正只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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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反正只是听胡说，虽然明白没什么，却忍不住担忧，却忍不住烦忧，一旦喜欢哪怕我跟路之路吗。 Hey what's up， 太容易从门缝出去什么意思？前天可以看到，真假？我刚没看到，那是一小时前哎。哦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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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换出手机啊无？换手机啊哦 ！iPhone 十四有啊，手机啊，哎、欸，换手机啊哦！沉重的凝视，一定是你在坏坏，你坏坏。我推荐数学课本哎、欸、，TTP 数学课本，那简历子跟裁决，我来个无声的 love die 要不要？还是要 after like？ 你们要哪一个？记者粉丝哦，我看到。
After Like 跟 Love 代言那一个。来，我来挑第一个留言的，但是是无声版。但还不会，哪一你们要哪一个 Love Die After Like 选一个挑战六单绝绝不要，我现在没有想要面对这首歌的意思，没有想要面对 Luna 这首歌的意思，哈哈，哈哈。我的脚上多了很多 OK 跟，你看，这里。做按摩都长就会长这样，因为我最近太常练习舞蹈，然后拉筋，然后就很酸，然后我就一直按，拉完筋还是很酸，就一直按。因为 After Life 是 Love Die 的，你们真是一直都不回我呀！这腿可以免费看的吗？付钱呢、啊？付钱啊！付钱。After Like OK After Like 啊，你有第二个手机啊？你有第二个手机吗？你有第二个手机吗？没有。想要说一下，我真的不知道账号到底是前面还是后面的，你们跟我讲啊，你们跟我讲啊。好棒哦！反正在买14 Pro， 我只想要买14，我不想要买的 Pro。我会选择容量，不会选择更高级的东西，更高级的型号。为什么有小猪佩奇？怎么回事？我学过 Gale 的，就是 X Gale， 就是 Color 秋天的位置。
的，只是广告。My mom still has a bunch of my journal entries, and they were all about crushes. 我妈吵醒了。But it wasn't like a real lock. Like, I think the key was like attached to the lock. Like, it wasn't.立刻在大萤幕上享受手机游戏，全新的手机游戏体验。完了完了，真是完蛋了！你不要走过来哦，真是没有地方挡你喽！哎呦喂！从头好不好？好。再给我一次机会啊！你不要吵。
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。What's after like？ 不玩了啦。我要当 TP 秀英，摔滑大师。每当有想去的旋律，像英雄无尽旋律。这个吗？没有，那原本是我跟我妈、我弟、我还有我阿妈一起睡的房间，然后因为这边冷气在这边，然后里面没有冷气，所以就打通一个，把那个原本它都是两个都长这样，然后呢我们把另外一个拆掉，什么比较这样比较容易通风。要考命取名 Keep Up 吗？你是说我的猫猫吗？其实现在觉得很忙，就是所有事情都会卡在一起，然后又要读书又要笔试什么的，然后我就说我们学校可以申请，在第一次段考之后可以申请说自己自习读学测的东西，可是我觉得第一次断考之后其实也蛮算蛮晚的了，上课在那边偷袭，然后因为我们之前高一的老师数学老师是变成现在的教务主任，然后他就说什么你现在读也来不及了啦之类的，然后就说，我说，啊，就是因为来不及，所以才要自己在那边补很多时间读啊，不然我干嘛要那么早就来申请说可不可以，就是现在就去自习这样子。太多事情卡在一起，我真的是上个礼拜都没有一天是休息的，我是认真都是没有休息的，所以我才会没有时间直播，对，才会没有时间直播，然后
对，就是。可是我被说了一件事情，因为我说我想要往，我已经决定下定决心往应用外语或是外文系去走，所以呢，我现在都在读国英社比较多，英文，英文真的好难，国英社比较多。然后呢，我被问了一个问题：你将来出毕业了之后，你的这个行业可以为你带来什么事？可以为你带来什么工作？总不可能大家都当翻译吧？就想了一下，我可以干嘛？我真的想我可以干嘛、欸？可是，的确我的梦想不是往一般的路走，我的梦想是继续当偶像，或是继续在演艺圈走跳。我只是想说，卡痰，学以致用吗？是这样子讲吗？对，我有想过，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继续当偶像或者继续当 idol 的话，那就是去贸易那种的路，这样子。对不起，你摇到他。然后呢，我不知道，我现在其实现在很多是卡在一起，就很You and I, it's more than like.我不知道耶，因为对啊，我就是想要多增加语言，然后可以去各种地方沟通，然后在偶像上面也是一种特色吧。会演电影吗？目前没有。目前没有演电影，我其实有想要走演戏这条路过，但是我觉得我演戏太紧张，当白痴。要睡觉，不去想啊，这个要去洗，我来洗，然后呢顺便装个水儿。
丞相主持。我当然有甄选过戏剧类的东西啊，但是就是没有上。但是我现在连，就是在这边好像也都，就是就这样。就，比如好说，就是我三周年不是有那个嘛纪录片，我不是有说我的位置都一直在旁边，好像没有人看见我，这是的确的、啊，就是即使别人说，我还是看你啊。还不是一样，都被别人挡住，还不是看不到这样子。我会这样子想啊，但是当然有人跟我讲说，反正会看你的就是会看你，是没有这样子没有错。我觉得大家说跟我讲道理都没有错，但是位置一直在后面，是不是就代表说我其实没有那个资格，根本就没有那个资格可以站到前面？是我自己多想，我有这个资格。我会这样想，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就是我四周年的位置都在后面，没有错，所以大家不用太着急的去找我，没有关系。啊 ，Stacy， 我在看 Stacy 的动态影片，连上两次选拔，哪有？我哪有两次选拔，一次好不好？出局那个又不算，那是因为三组，其他两组都有运气的，我们才有运气的吧？毕竟我们都要解散，毕竟我们都要结束，这个世代了，是吧？那后面的比你解释。但如果我一直都在后面的话，代表我跟那些人其实没有差太多啊，是吧？就是我一直都不是优先被选择的那一种人，所以就会觉得说，所以其实我根本就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，好暗。在第一列第二列是没有错啦，但有些还不是一样站到前面去了，有些二期生还不是站到前面去了，是吧？你找眼履历光环，会不会之后我说我是 AKB48TP 的成员，然后根本就没有人知道我是谁？只会记得品涵他们那些比较有人气的人。可是五单是还有姐姐们一起选啊，六单又不是，是吧？六单又不是姐姐们选的，不是姐姐们综合评选的，是只有一个人选的。我没有想要避讳的意思，反正事实就是这样子。我没有想要说谎的意思。天 ，J 真的好漂亮，很难想象他只大我一年。
但说好听就是，反正不是综合评选，大家也不要太难过，我没有被选上这件事情。会比赛会有评比，这是当然啊。我是真的一直都没有在睡觉哎，我前几天都是靠着扑拿疼过日子，扑拿疼现在已经对我没有用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真的吃了然后没屁用，该做的，虽然我也觉得我没有做好，现在是觉得说，的确我真的是没有那个机会站在前面，没有那个资格，我的。个性特色有点藏着，我还真的不知道我的个性我的特色是什么、欸。不知道，快睡觉！我是真的要睡啊！我到家都已经要12点了，你知道吗？那我还要。洗澡拉筋弄一下隔天的东西，我就已经1点2点去了，然后我隔天6点就得起床，有时候我还差点睡过头，我真是会吓死了。可是我想说，就是如果真的想要去外面当偶像的话，还不是一样过这种生活？其实我觉得没有差了，没睡觉就没睡觉吧。就真的是上课不敢睡觉的那种，上课没事，老师在讲别的东西，我就直接开始读起我自己书，自己的写题本。你知道我在舞蹈教室干嘛吗？我在舞蹈教室趴在地板上写题本，然后大家我就觉得说大家会不会笑我像白痴，就是死读书的，就现在就死读书，很像智障什么的。因为其他人都没有在读，毕竟这个我的环境中不会有人去读，不太会有人去读书。上课东西不要破音就已经来。哇，你直接把它打出来，哇哦哇哦，嗨小刘，好性感，我想要当清纯性感风，没有啊，我一点都不清纯，我长相不清纯呢，你想法也不单纯呀。日本那边常常看到，我们舞蹈教室又没有椅子。我是说，我们学校的舞蹈教室，在公司我也会读书，我会把我的书直接背去读书。可是，在公车像公车上那种，其实我也很想要读，但是 ，Oh my god， 你睡醒了。在公车上我也很想读，但是我太容易晕车，所以不敢读。我是不敢读，但是教室真的太吵了。舞蹈就是真的太吵，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认真看完一题题目，你知道吗？我今天真的很，我已经星期五只有时间订正我的2011年的学测题本，就是我买了一个社会的考题的题本，然后里面是把。从2011年往前算的题的考古题，学测考古题都印在里面。然后我写完了2011年，然后订正完了，然后昨天也没时间，然后今天还没有回家，我已经拿出我的题本放在我的床上，然后准备要写。可是真的不去那边读的话，我真的没有时间来读哎、欸，因为晚上要练习，练习更不可能
说，更不可能说要读，因为我啥四点放学，通常都会拖到四点二十几分，我才会从学校离开，然后到家可能快五点，然后五点我放完东西，可能赶快把衣服丢去洗衣机，出门，然后吃晚餐。我不喜欢在吃饭的时候分心，所以我连手机都几乎都不太会看了。现在，所以我当然就不会看书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很难消化，我胃食道逆流很严重，所以我不敢这样子。然后，所以我吃饭也不会堵。那我吃饭大概到公司附近吃饭，然后再过去教室，可能已经六点半左右。然后我说我有带书，我就只那个半小时看。那个半小时到一小时看一下，整天下来，如果这只有那个一小时可以看书的话，那我干脆就真的就不要读了，不是吗？你在干嘛？你知道我现在连中午午餐都不想要吃，想要在中午的时候，就是不是中午十二点就会开始放午餐，然后我们一点才开始。就是上课嘛，就是午休应该是十二点半到十二点五十五，然后一点会打上课钟。然后呢，我真的是连饭都不想吃，想要直接在十二点一打钟就直接睡觉，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时间睡觉的那种人。因为我回到家就已经快十二点了、啊，就有时候我前几天真的是忙到我。一顿饭都吃不下，是认真吃不下那一种。我一天就只吃优格加麦片，一个蛋，一个水煮蛋，一个被我切成四分之一的豆腐，然后坚果，就是加在都是加在优格里面，除了豆腐跟蛋。然后晚上吃什么？晚上吃啥？不知道我有吃晚餐吗？然后吃一个便利商店三明治跟豆浆。其实我不太能喝豆浆，因为会太我很容易胀气。然后呢，我就豆浆分成两次喝完，我觉得超痛苦的，直接把灌完，不然还喝不完。然后就。好像没有吃晚餐呢、欸，我有吃晚餐吗？好像没有。对，但我是真的吃不下来，就是我很想要吃东西，但是我完全没有办法吞下去。我觉得吞下去好像就咬的命一样。我现在觉得吃饭很累，我觉得吃饭是一件很累的事情。有吃饭要花很多时间在咬东西，我觉得很累。哎呦呀！演唱会后，我觉得演唱会后应该会好一点，因为现在真的是没有时间睡觉，没有时间休息。头发，我今天彩排的时候真的跳得超烂的，忘了一堆东西。虽然是没有走错位置，但是就是忘了很多动作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两小时半呢，酷！没有胃食道逆流在之前就很严重，不止今天。一天七首，我真的是一天七首，就是
在学校就必制课就两首，而且我们必制课还要做体能，所以我那天真的是累到要死掉。然后晚上又在练 fan meeting 的东西，然后就又多了五首。对，然后隔一天就昨天，昨天我们不是从七点到十一点到七点嘛，就把全部全员曲都弄出来，也是蛮多首的，这样一天记完。可是不知道什么时间就很快就过去了。我昨天吃饭时间真的超少。我昨天吃饭卷 K-pop， 然后呢，我真的一口塞一个，没有时间吃，然后还就大概切十个，然后我吃了五个，而且最后一个我吃第五个还是用塞进去，然后冲进教室，赶快就是继续练习。我真的非常非常讨厌我吃东西的时候被打断，就是我觉得我吃东西就是这个时间一定要吃东西，一定要把吃到没有，我才会去做下一个事情。但学校不会让你有这种事情，就是12:20集合，12:10集合，我真是差点想要揍学校。放那天工作不行啊，我就已经没有工作还放那个工作。啊哈哈哈哈哈。VL 的 VL 的 yeah yeah yeah， You and I it's more than life。消失那很 bad， 真的啊，我不洗了。我很怕，我不是说我认识一个韩国的朋友吗？我真的很怕，我这时间没有，我就跟他讲说，我真的很怕这一段时间没有办法好好读韩文，然后我直接忘记韩文怎么讲，然后没办法跟他沟通。还好他中文很厉害哦，中文跟英文都超厉害的。你知道，我通常都11点才会回到家嘛，11点多快12点，可是他们那边已经12点，他们就比我们快一小时。他们比我们快一小时嘛，然后呢，每次他都在快要1点的时候才说他读完书。我想说，哇，那我们在干什么？我就想说我在干什么？人家可以读那么晚。
我现在在看我粉蜜瓶要跳的东西，我在确认那个舞别人的舞步怎么跳，因为他监问我，可是我不确定怎么跳，就帮他看。听过，怎么了？是很暗吗？环境蛮重的，可以换手机。还有时间一样读一小时的书，我今天就是要读书啊，但是我没有带到，中午的时差，对啊，我把笔记本放在宿舍。环境很重要，尤其现在有奶猫在睡觉，好可爱。对，我的分 meeting 的东西啊，其实是在捷运上弄完的，就是我在捷运上背舞步，我在捷运上一直狂跳，然后我觉得就别人一直看我，我觉得很好笑。就去睡觉，我真的不敢睡，我觉得没事情没有做完睡觉，我真的超级害怕，极致害怕。好像又要去，家里有猫窝什么东西？可是我睡不着，我真的很累很累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睡。像昨天地震前一秒钟，我才赶快把眼睛睁开。我真是，而且我是刚激烈运动完，然后我就趴在床上那里。直接睡死了，还好，那我就赶快撑着我的眼皮把闹钟设大概20分钟之后，然后响了，然后刚好在地震前一刻醒来，真是很吓死我自己。Oh,
糖的鹅肠。虽然过了，好像但好像失去了什么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是想要说多做一点？真的，读到三点设计学时，如果我真的很，你也会感应地震吗？我不知道。我真的很累的话，我就会跟大家说，就是对不起，我需要，我就会发文说，就是我们改一个时间直播这样子，我会说。大家不要担心，如果真的很累的话，我就去睡觉。不然我累的时候，我是连喝水我都不想喝，我就是这样，我真的是死都起不来那一种。因为我不想要让你们看到，就是我那么累的样子，我真的超像。超像丧尸哎！睡着，一秒一秒当掉。一周不回来，跟姐姐讲一下，会说。你知道这两天是我唯一。这两周来第一次化妆，Oh my god！ 我这次有个邋遢，但不得不说，即使直播，拿不到太多的，但是还是有一点小帮助的。昨天练习有画，今天练习有画，昨天就不用化妆，这边化妆。我以为是昨天会侧拍，今天才有侧拍。后来的时候，你出来的时候发现大家都不一样，跟大家不一样，什么意思？怎么讲？你说我都低着头吗？一个台语城市，不无少补的概念。子萱，我直播读书啊，我是很怕就是直播读书，然后就好像在混时间一样，我怕啦，我怕大家是会这样想。姑姑，拖地的拖，因为我之前。收书包收太慢，然后被叫拖拖。对，但我发现好像不太会有人。不太会有人叫我名字，所以我其实。蛮尴尬，就是我不知道我到底要不要跟你们打招呼了，没有人回我，很奇怪，不打招呼好像很没礼貌，所以我每一次下车之前，我都会想说，我到底要不要打招呼，这样一直想，但是我还是会打招呼啦，但是我进去之后就是一整个尴尬。
陪你一起蹲。有人排长，我那时候一定要长很丑。反射动作当然是直接冲进去啊，素颜哎、欸，虽然你们看过，但是我不想要真正素颜被你们弄拿了个大炮，拿大炮拍到。下次我叫，你妈记得叫呢。我都会最后一个下去，我想说，就是年纪跟辈分比较小，先让就是前辈们，人生中的前辈们先走，不是至少化单妆吗？不用，可以不用先化，长又有序，对，差不多这个概念，老人们靠边前辈。像我下台几乎也都走最后一个，如果是集体下台的话，我会走最后一个。人生前面就是年纪上了，招呼可以改 punch 吗？好啊，下次我就做个 neck punch。看一下他在干嘛。哦，手机真的是好烫，然后充不到电。就够职业。四周年大概记得他起身了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他们什么时候会出来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我不知道，我爸拿的。我就说是不是你像那个消毒奶瓶的那个盖子？因为常常只有这个盖子没那么高而已，反应会失宠吗？不会。就挺喜哦，是哦，真的假的？没有铺保暖垫，所以我刚刚在找家里有没有猫窝啊？没有的话，等一下再去，赶快去买。我这里是真的长得像人样了，我平常跟鬼一样。但是都不行，因为我穿的校服。虽然你们都知道我读什么学校了，但是还是不行。之后毕业再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放吧。Nico Punch。还好我不是奶心前辈，这样子就可以，真的是可以讲 Nico Punch， 他是奶奶 Nico Punch。你说这个吗？这真的是我的 OK， 我给你们看我的 OK。好奇怪，等一下哦，转一下镜头。这里一个。这不知道为什么超大一个的，然后这里整个都是脚的内侧也是。真的是很多凹陷，我真的是自己看都吓到。
我不知道，我也是看到镜子才发现说为什么多了那么多凹陷。自己按摩按太用力了，不知道平常太超焦焦了，超晕 QQ。淤青大姐，这不是练弄的啦，是我按摩弄的。所以我就很担心说 ，Oh my god， 下礼拜就要跟你们见面了。结果呢，我的脚现在长这样，要遮也不是，不遮也不是。You know 那个痛苦呗。穿丝袜也挡不住吧？我不要穿丝袜，超讨厌穿丝袜，其实很热。淤青药膏其实我们都不买，反正我就是长这样。想看你有多少一群，看啊，如果你看得到的话。这都自己按出来的啦，就不会痛，压下去是不会痛，然后压下去不会痛，然后自己按一下，啊啊，还记得吗，舞台上熟悉的灯光，小心意外场。其实我很幸运，就是我的脚不像有些人天生就是被蚊子叮之后，然后小时候不懂事就一直抓破，然后就会留下很多很多的疤。啊，我的膝盖这边真的就是膝盖这一边，真的就是练舞的时候总练那个学校的舞的时候碰到的。为什么我脚裂？被刮了，为什么？我脚被刮了一条哎！我现在才发现，地震，真的假的？有吗？因为我妈妈都会阻止我，我妈小时候都会阻止我去抓痒这件事情。先说公司有配丝袜给我们，怎么可能配丝袜给我们？幼儿用手套。没有，是我妈会打我，要抓，要抓，然后就拿那个指甲钉那个十字，然后就说好痛。但我最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被钉被咬，看地方震了，哪里？真假的？你收到警报？我没有哎，你们在哪？好也没错，被丝瓜。不要，丝瓜难吃，硬丝子，我妈都叫我打，不是打就是用钉的，反正面试一打嘛。北部没有，台南嘉义交界 ，Oh my god， 为什么这两天那么的？你知道今天有人，我们今天练习就说，有人说今天是九月十八，大家铭记九月二十一号。铭记921，就对耶，9月18耶，地震？怎么大家都说地震？我没有。还没有出生，对啊，
可以跑，还不能跑哎、欸。我就说铭记这个日子，我又在按摩我的脚，到底会多少凹陷出来？还是真的就是，因为不是说凹陷是那种微血管破裂吗？还是真的是我就是弄太多我的腿啊，然后就让我的血管太胀，然后按下去它就破裂了。九一我在哪？天上，天上。五年后才下人间，那时候九二一是九二一是八九吗？啊，完蛋了。我这个都没有记得的话，会不会被说不是台人？不是台湾人。八八，我是要被驱逐出境的。八八。哦，1999，难怪我会记成八九，吓死。你也不记得。都在想，如果当时的小孩刚出生都不知道该怎么跑哎、欸。都只记西元了，不是就不会有人去讲2011年啊，都会讲2022啊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是记西元比较多。像我们都会说我是2005年的啊，2004年的啊，2006年、2008年这样。永康大地震都不记得，为什么？好啊，你才刚睡觉，那不是半夜的事情吗？你们大家都不睡觉、啊，时空错乱，真的。我在哪？这是什么角落？抬起头仰望着渴求的九一，隔天还要上课，真是太令人痛苦了吧？先冰敷后几天好，热敷我都没有在冰敷热敷的。Game Boy， 我应该会先带出去，叫做我家的宠物跟我的化妆品还有手机。因为我常常都会塞在同一个包包，所以我一个包拿走就好了。仰望着渴求的那枚心头，不太懂究竟是那时候，就这么一个人和大家走丢，灰蒙蒙的。即将再次分手，一直都恍如我们热如昨，依旧陪伴你左右，往纸鹤上漂流，小船荡漾着余波，黎明前悄然靠岸停泊，灯光朦胧又来破风，踏出未知的辽阔，不放手，努力画上初衷，在未落侧仔细感受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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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我刚好看到梦之河。打滚来，倒一片。没有，是因为太暗吧？我先画的，太暗就会看起来像很深。梦之河上漂流，小船缓缓的晃动，渐行渐远，模糊了轮廓，强忍颤抖，不安的焦灼，看着你背影没勇气在我胸口翻涌，挥别不舍纠结，情珍重再见，就像约彼此重逢的那一天，寂寞无声蔓延，擦干泪堆起笑脸，让我好好送你这一回。好，其实差不多要，不过三个小时多，差不多要结束了，太久了。念吧。第41名，嘉明，嘉明。第40名，冈田盘子破了。第39名，臭矮卡阿奎。阿凯阿奎，38古早古早味，37幻影战士，36狮子王 lion， 狮心王，狮心王，35狮骑，34北极熊，33 hanabi， 32刘建国，31 bless， 30林玉峰，29只是伟志伟。28妈妈祭司，27落日一笑，26游戏 hero， 25北远兔，哎呦喂，哎跑不掉，24正渊，23柯基玉，22陆廷，木廷，陆廷，陆廷，21二一大叔，哎很会哦，20小易，19柠檬，18 Steven， 17 YC， 16竹轮，15 Mohan， 14洛克，13朱里恩，12雪阿北，11正远，10 Happy Love， 9 Akira， 8东摩，7吉米卓，6查查，5潘朵拉，4黑加伦，3 Derek， 2龙山婚内，1虾虾，谢谢大家。今天晚上很睡好，我真的是，你知道我这两天都不知道为什么把闹钟设成晚上的时间，还好我睡就是一直很害怕没有起来什么的，然后我就是每个小时都会起来一次，所以我其实没有在很持续的睡，还好哎，还好我今天起来，10 9
要多多喜欢你们家女儿哦，就是我，你们的啊，国民女儿被布丁用走，我不能说国民女儿，猫咪猫系女儿，猫系偶像，猫女儿，你们的小猫咪，知道没？不爱我就滚，好凶，拜拜。就拉倒，离开之前不要爱的抱抱，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高脸的胸肌，如果你还想要，不爱我就拉倒。